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我哋 Slabs。今日咧，今日咁特別嘅日子咧，我哋就收到 Nikon 嘅邀請，咁就出席一個試機會，新嘅相機 Set 5同埋一支新嘅餅鏡24-50嘅。咁呢一部機有啲咩特別呢？咁我哋見到份 press release 啦，同埋我哋摸上手咧，其實部機咧個機身咧只係500幾 gram 左右嘅啫，其實係比 Set 6更加輕嘅。仲有就係佢已經唔再行 XQD 啦，因為佢係一個入門機嘅相機，咁其實佢主要係行兩張 SD 卡嘅啫。咁如果你係用緊其他牌子啊、舊嘅機款啊，都係用嘅 SD 卡嘅話咧，咁就唔需要額外買 XQD 啦，咁就淨係用 SD 卡就可以啦。另外啦，講下佢嘅設計先啦。咁其實佢個鏡、佢個機身咧，咁相比 S6 咧，其實佢個機頂 mon 咧就冇咗嘅啦，就比較少啲分常可能見到嘅啦。咁主要係靠反 mon 啦去睇翻你嘅 setting 啦。咁好多嘅features 咧，其實同 Set 6、Set 7都好近似噶啦，咁我哋都未必話太重複啦。咁我哋而家咧就會介紹一下佢嘅重點精華啦。咁佢而家呢部 Set 5嘅入門嘅全蝙蝠相機咧，都已經有埋一個人眼對焦啦、動物對焦啦，咁就已經係可以即時切換到主體嘅雙眼噶啦。像素方面咧就2430萬啦，而 ISO 咧就100-12000噶啦。像素就同 Set 6一樣，但係佢嘅畫質咧就同 Set 6可能爭少少啦，因為佢嘅 CMOS 嘅設計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另外咧，佢都係有一個反光嘅設計。咁另外啦，可能值得 high 咧就係佢嘅 time lapse 功能啦。咁我哋以往喺 Set 6、Set 7嘅 time lapse 功能上咧，一係只可以錄相，一係就只可以錄片。但去到 Set 5呢一部機嗰陣時咧，其實佢內置功能上咧，你又可以喺錄相嘅同時，亦都係錄埋片噶啦。咁就可以更加方便到你可能抽一張相出嚟去後制啊，甚至乎係成段片都可以喺透過部機去做啦。好啦，咁去到拍片嚟講啦，咁 4K 可以都拍到噶啦，但係需要留意嘅就係佢係 1.7 倍 crop 佢先有 4K 啦。咁對比起另一個牌子嚟講，以入門機嚟講，呢一個 4K 拍片咧，其實質素已經係算係咁噶啦。好，另外值得講嘅就係大家可能睇啲 rumors 都見到，其實佢係一個新嘅電池嘅，咁就係 ENEL15C。咁佢呢個電池咧更加可以係俾 USB 去充電啦，你仲可以透過一個 power delivery 一度插電一度去影相噶啦，咁方便你長時間去錄縮時啊，或者影相嘅人咧，只要插住個尿袋咧，你都可以即時可以充到電噶啦。好，頭先我哋就講過啦，佢可以用嗰個 power delivery 一度插電一度影相嘅，咁我哋試俾大家睇下啦。咁我哋手上呢一隻咧係可以有 PD 功能嘅，咁就插上去咧，其實就會見到呢一個嘅電池位咧多咗一個充電嘅表示嘅，咁就代表你一度插電一度都可以，因為敷咗嗱一度插電嘅 logo 咧，咁就見到佢係可以照影相嘅，咁就唔同以往嘅機款咧，你又一係緊插電，一係緊影相，咁而家入埋一個尿袋功能咧。咁其實就更加方便啦。好啦，部機咧就因為太過係入門級別嘅，咁我哋都唔會話花太多嘅解説啦。因為其實好多功能咧都會同 Set 6、Set 7都好近似嘅。咁關於 Set 6、Set 7嘅機款有咩好處咧？咁我哋睇翻我哋之前都有條 review 片係講緊用後感，用咗一年 Set 6之後嘅感受係點樣噶啦。咁再講啦，呢一部嘅 Set 5亦都有跟嚟嘅三套 kit set 嘅，咁就啱啱有提到嘅就係24-50。四光圈只有6.3光圈啦，咁就呢只系餅鏡嚟嘅，亦都十分之輕巧。另外嘅佢跟嚟嘅都可以揀一個24-74光圈 S9 呢一支嘅標準鏡頭，呢一支先啦。呢一支24-74光圈嘅標準鏡頭，又或者係呢一支24-200嘅一支天泥鏡嘅鏡頭啦。咁就唔同價錢，咁就大家就喺呢度見到啦。手頭上呢一個咧就係全新嘅餅鏡24-50。四光圈只有6.3光圈嘅，咁大家可以見到啦。對比起24-70咧，其實佢係有一半，等於一半嘅一支24-70。咁當然啦，咁佢就比較膠嘅鏡身，咁就扭上手嘅感覺就比較鬆少少啦。呢一個位置24-50呢個距離嗰陣時，咁就伸出嚟個感覺咧就有些少以前 Nikon One 啲鏡頭怪怪地的。佢因為最輕巧噶啦，咁佢嘅重量咧其實就只係有。睇翻先啊！佢個鏡頭咧，其實重量咧都唔使，都冇200 gram， 所以攞出街嚟做啲 snapshot 啊，甚至乎影日常嘅照片咧，十分之夠用噶啦。拍上去咧，真係好細個，完全都唔覺係攞緊一部全蝙蝠嘅相機。咁呢一支鏡頭咧，
咁就喺鏡身嗰度咧就冇寫話 made in 邊度嘅，咁我哋相信可能都係東南亞地區噶啦。佢嘅最近對焦距離咧有 0.35 嘅距離，咁所以咧影好多小品生活嘢咧，其實都已經對到焦，亦都好方便咁影到噶啦。攞上手真係超香。頭先啱啱問過尼康嘅同事，咁佢就話呢一支餅鏡都一單賣嘅，咁4000蚊左右，3000美嘅啫，咁就可以大家都可以不妨考慮一下，真係幾細支。好啦，我哋再講下呢一支24-200嘅天涯鏡先啦。咁呢一支咧就係、是、現時尼康無反系列之中最輕嘅一支天涯鏡。呢支鏡係有防震嘅。咁如果你擺上 set 六、set 七，本身已經有5軸防震，甚至乎呢一部 set 五都有5軸防震嘅話，其實佢嘅防震功能係高過5級或以上嘅。但係廠方咧都未有一個好確實嘅數字，究竟係高幾多嘅？但係一定唔會少得過5級嘅防震啦。咁呢一支鏡頭咧就 Made in Thailand 嘅24-200，咁攞上手咧，其實感覺上有少少膠味，有少少重嘅。但係以佢咁輕嘅重量嚟講咧，呢一支嘅價錢好似賣緊6000-7000蚊嘅定價。如果係 set 五啦，買啲24-200嘅建議零售價咧，其實係18000蚊就已經有一個咁細部嘅無反相機。再加埋呢一支半天涯鏡，咁其實你去旅行又好，喺香港影相都好咧，其實都已經好足夠噶啦。咁其實以呢個價錢嚟講，雖然膠味重，但係佢影出嚟嘅畫質咧一啲都唔膠嘅，亦都係好足料，畫質上咧係膠足貨噶啦。成支鏡身懟到200都係一個手掌咁大嘅 size。你話相比起呢一支24-70，其實都係長多少少嘅啫，但已經有200咁樣嘅焦段可以用咧。咁其實都已經唔輸蝕嘅啦，同埋佢有一個新嘅塗層，佢 RU 嘅塗層，咁可以改善咗好多鬼影啊啲圓光嘅，咁就係俾呢一支鏡用嘅。咁所以 RU 呢一個塗層咧，就係頭先尼康都有介紹過嘅，就係俾一啲貴價鏡，例如58mm 0.95嗰一支鏡頭啦，70-200啦嗰啲先有嘅。咁套落喺呢一支24-200嘅天涯鏡嗰度咧，其實已經係超曬班嘅啦。所以佢雖然膠味重，但係膠嘅畫質咧一啲都唔輸蝕嘅。好啦，今日我哋讲咗咁多先啦。我哋又再有新嘢嘅话咧，就再俾大家试下玩下啦。拜拜。